去，准备开杀，冲开！哎呀，我先把饭盖上，我先把饭盖上。啊？哎，好热，怎么了？有没有饭？有没有什么东西？蛋？有没有饭？蛋。哟、哦，开秃鹫了！哦，哎，哦，我吗？我带你吃，我带你吃。啥意思啊？小温度只是站在键盘可得爆开了，我开要把子，没有链子吧？没有链子，没有链子。但是小温度是直接在我的键盘可左手边。键盘和那个左手边那个地方只爆开，因为当时我是在那个钻存准备区出生的，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马上走，然后小温应该是准备室出生的吧，因为他晚了我好久过来的。到了键盘坑这里，然后小温都说，小叔我跟你说我不要去右边，右边的话等一下会有人开刀。我说那我们往键盘坑下站一下，看一下他们人在哪。我刚往右边走，然后小温在我后面爆开了，爆开然后我回头直接报了警，我是直接拍了警，我是加拿大。要么就是有隐身蓝，要么就是超能力。如果没开超能力，就是隐身蓝了啊！小温是直接爆开的，过。你们爆跟谁爆跑在一起过？好，我是站在进拜坑上面的那个口口，那个口子可以通过那个口子可以看得到那里的地方都有谁。我看到了，哎，当时是谁？童珠站在拉里儿的地方，还看到了斗鱼老六跟谁走了，说我是肉汁，对是不对？我是一直站在那个地方，一边说话一边偷看，我想着你们能不能看得到我。接着就拉里儿进来了，我这边没有加拿大的信息，过。我一出生我和鱼子酱在一起，无非就是盘小修是不是叨到加拿大，对不对？一是他叨到加拿大，二就是真的有隐身狼。如果是隐身狼叨的话，我和玉子酱是在一起的，就聊一下，谁不在就可以了啊。听你们后面聊，我和玉子酱过。我出生的时候是在王座，然后就没动，跟孙悟空对了波身份。本身是对完了想去那个祭坛的，但是还没到，然后就报警了。那这把就看有没有人保秀可爱嘛。那他这波报警的话，我觉得后边再盘，好吧，过。马王发言啊，马王开局和这个宋金儿小妹妹一点复活，旁边还有个老六啊，我们俩一直在研究这个王冠的问题啊。然后老六说他是肉汁，我就和他在一点。然后好像是西西过来了吧，我没看清，过一会儿啊就报警了，我看后面怎么说，我过。我是和德二一起出生的，然后呢那个就走到了这个祭坛这里，这不是那个老厨子吗？那边发生什么我没有看清，然后不知道德二有没有看到，听他怎么归票吧，过。刚开局的时候，我就跟轰轰还有老厨子出生在那个进拜坑的右边，我站在拉林的下面，他们俩在我旁边，轰是肉汁，然后张西西是站在那个进拜坑左上角那个地方，就跟我们相望。我的视野里面只能看见这三个人，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了，好吧，我过。我没记错的话，我这边有六个人，那故意哥哥和马王完了。是宋金儿吗？还有同桌，还有张西西，还有我们六个。那朱大强跟猴哥对身份，外面只有鱼子酱、包包和秀可爱了。在我这个位置，我就直接觉得秀可爱应该是到加拿大了，好吧？虽然还没人跳，但是我个人认为是这么想的，好吧？你们后面聊一下吧。我刚刚红红说外面就只有小可爱张西西和包包，小可爱包包和鱼子酱跟包包全程都在一起。那小可爱我就不知道了，就后面听归票位的发言吧，过。我是这个跟朱大强搁一块儿，小可爱应该80%到加拿大把他除了吧，过。斗鱼故意发言听完了你们所有人的发言，我已经找出两狼了，
那就是朱大强和孙悟空啊。逻辑是这样的，老六故意马王、宋金儿四人在一块，同珠张西西对吧，在一块，然后包包说和鱼子酱在一块，鱼子酱他说我全程和包包在一块，以我们昨天和鱼子酱玩的这个感觉来看的话，他敢这样发言基本上他说的是真的。而到朱大强发言的时候，他说和孙悟空在一起情绪不是很对，然后很快的过脉，包括现在孙悟空现在也是一样很快的过脉，并且他想冲掉修可爱。而老六也说修可爱刀到了加拿大，对吧？所以这个就很明确了，那就是朱大强和孙悟空，要么就是包包和修可爱。但是修可爱的发言情绪听感都很到位，最起码比孙悟空和朱大强要正要好，对是不对？你要出谁、啊、所以我归票朱大强进去，直接送出来饭堂领导过，出谁我就出谁，只要不出我就行了。七七漏汁还是老六漏汁啊？啊！这给我出的，老六渣，猴子秃鹫，我无法。OK， 秃鹫是吧？好 ，OK。那我没关系啊，秃鹫。他说你是秃鹫，是啊，我可以报身份。他说你是秃鹫，你怎么看？是老六。我怎么看？我这是秃鹫啊，我还能怎么看？我怎么看？是《进击的三圈》吗？哟，猴哥！哎呦，猴哥！带我一个。猴哥是能不能给我吃一口？那走吧，走，走吧。小心！你的手是坏吗？哎，老快了。你去，猴哥。哎呀，走！哟呵。我报警了，是西西刀的，因为西西就是当时我和老六，老六说我去做了，我这当时我记得马王好像是跟老厨子好像是跟着老六一起重叠在一起走，他们刚走到那个墓室这个门口这里，就祭坛往上走那一瞬间，然后我就看到西西的就是带着他那个小棺材过来，他就直接一刀把马王给。到了，因为我是跟在峰峰后面，我还听到猴哥叫他名字，吼六七八九九个人。其实我觉得可偷西西啊，过。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其实我是一个好人带刀，我和同居在前场复活，然后我们两个对了一波身份。我说我有刀，我怕我不出这个刀，我可能一会儿就被刀了，所以我让同珠帮我抿一手。他说我觉得马王很不对。于是我们两个就下到了墓室，这个时候猴哥又从前堂跟了下来，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然后呢我就看到一大堆人顺着从祭坛就走到了墓室，我直接冲上去，我看到马王在人群中，我冲着马王就去了，要不然那么多人我为什么不刀别人就刀马王，对不对？我就冲上去把马王刀了，但是修可爱的报警速度非常之快啊，我自己想报案报警还没有按上，修可爱报了这个警，好吧，我是好人带刀，刺客狼你猜嘛？你猜我是什么刀？过。马王，因为一出来我就看到了修可爱和肉汁一起走了，他们两个是一起走了之后，我跟了一段时间，因为那个喂饭响了，然后我回头的时候是看到了张西西他们，张西西、宋金儿还有马王王他们乌泱泱的一堆人是在一起的，别的信息也没有，我就去上面找饭去了。我只能说我能认下肉汁和修可爱这张牌吧。至于张西西这一刀的话，我得听后面的品啊，过。修可爱肯定是挺好，那修可爱看到张西西刀了马王，张西西也认了这一刀，他也说了他为什么刀马王，那就是看大家认不认张西西这刀是不是好刀了。因为我和马王一起走了一段，然后我跟马王打了一下招呼，马王没有搭理我，不过是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说话，所以西西在我这的发言我会觉得一半多一点吧，听后面怎么说吧，因为我前面确实没有什么别的信息过。
不，上把是那个西西在那个敬拜坑的左上角，我跟轰轰还有老厨子在右下角，然后那个我们这把一起出生，然后猴哥也在，然后猴哥刚才不是打那个修可爱和谁和包包对吧，他说修可爱刀加拿大鹅了，我说你不是刀修可爱就是刀猴哥，结果他搞错了，他把那个他把一代射手马王给刀了。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张西西和猴哥是双狼，但是猴哥那个时候在那边哟呵，如果猴哥是狼的话就向我冲过来把我嘎了，所以我感觉猴哥不是，他虽然没有刀我，听我的就是刀了别人，我自己个人认为可能是好歹，但是他刀的不对啊，他刀的不是我讲的人啊，所以不一定能认了，我可能投张西西了，熬过了。Old K 老六发言，这把修可爱和包包把身份拍给了我，故意是上一回合出的朱大强，我本来以为就是他可能是出错了乱带队你知道吗，后面一看还真是，包括修可爱就给我拍了身份，就目前为止我是认得下来的，所以我这个位置我也会选择出张西西好吧，你刀不到我的可能性是因为我是肉汁，你跳的到了马王好吧，过。我刚刚出生的时候跟故意出生在一起，然后我跟他真心换真心对身份，我告诉了他身份，但是他没有告诉我，然后那个我也觉得是就是这样看来60%吧，张西西，对，过。这样吧，现在我们有9个人，如果有猎鹰的话呢，这个我们怎么地都赢了；如果要是没有猎鹰的话，怎么地都会出去的。这样。狼人们全部跟我这一把挂他一手修可爱，把他冲了看看能不能冲得出去，直接给他冲掉，我先表个态，我先挂修可爱了啊，我没有弃票啊，没弃票，因为现在9个人，如果没有猎鹰的话怎么的你们也得出去一个，所以现在我们就算有猎鹰的情况下啊，这个好人只有3个人对吧，这个他们弃票呢也没用，所以我们直接把修可爱给他冲了，你让他不给吃过。斗鱼故意发言，孙悟空这次跳起来了打了对吧，他挂票修可爱，我们现在好人这样嘛，先出狼嘛，这个孙悟空有可能是个秃鹫嘛对吧，刚才朱大强也说了嘛，就出张西西嘛，好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好先出张西西，我算错了吗，算错了，好，狼人在干嘛呀？没有狼了，没有狼了，不可能。朱大强就是狼，现在找到2匹狼，你这把吃不到鸡腿了。饭堂集合，故意申请带队。怎么能有2个弃票啊？这是 bug。你干啥去？是 bug。不，你这发言你不像秃鹫啊，你要刀我、啊、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秃鹫不可能这么捞，你要刀我我不就不跟你玩了，以后我生气了，不不不不，我没刀我肉汁啊，但咱俩站桥上，哎呦啥，那你把这好好好好，哎，喝好吃不，喝好吃好吃，就是肉有点少，走走走，等一下，我还有4秒，来一个，3、2、1 ，OK。你去上面，你去上面。我都怕他，我都怕他嘎。好，今天把你喂饱，猴哥，你直接赢了，怎么样？没问题，走吧。怎么狼人不开任务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狼人开任务、啊。来来来。跟紧哦，好嘞，爸爸去找他，好嘞，哎，快点，都给你们吃了，你再不拉铃，哈哈哈哈哈，马老师把我们绑架了，他说他出去干大事，结果他死了，好，同猪和孙悟空他们两个人就是说就是一个杀一个管杀一个管埋，直接把那个。杀完了啊，投同猪同猪面刀，同猪面刀过了。啊，对，投同猪过。
我不知道还有一个狼是谁啊，但是我刀的这几个应该都不是狼。就是我就想说能不能让我猴哥赢一把，你不要狙他，反正你再喂他一口好吧，他只吃了一个，反正他赢不了，你让他再吃一口吧好吗？我先去了，我猎鹰啊，我过了。狼人要不也去票吧，让我再吃一口，真的好捞啊，怎么不开任务啊，开个任务啊，去票吧，去吧去吧。头猴哥，阿贝屯都师傅说错了，说错了，头我干嘛？小孩说错了，头的师傅我点什么说错了，嘴皮儿，嘴皮儿呢？刁德一干大事，怎么都没了？刁德一，猴哥呢？啊？太有意思了，我们两个走，你别把我杀了呀，他要开吃了，小可爱，咱俩站一起吧，行了，把他摁死，不让他吃，低头做，没用了，猴哥，我投进来了，我直接这个点，你怕你吃不了了，我就投进来了啊。那等我这个怎么投啊？应该如果是狼要赢的话，是应该投谁？是不是应该投修可爱？我投修可爱，不，哎，不对，小孩儿，你身为一个好人，你报了三把的警，你没有任何的错，我很尊重你，但是我也要尊重我秃鹫这两个字，我剩了一个。不让我吃，那我只能把你偷了，修可爱，没有办法，小孩儿。猴哥，你吃不饱的，你先投他吧，下不我不投他，我不投他，你一个也不让我吃，你投他，你投他吧，你怎么投我呀？你应该投他，下把带你吃。下巴我还有没有嘴了？你下巴也有，你管你。托尼，气死了！我要吃，没有刀过铜猪，失误了。说实话，这个秃鹫能不能换成鸽子？秃鹫感觉没啥用，是吧？不是一把都赢不了。哦，这个秃鹫。嗯，好玩。秃鹫可以买腿。有鸽子吗？有，可以买腿，但是一把赢不了，你们觉得呢？可以调鸽子，都可以。鸽子还能赢？秃鹫好像可以。没看过秃鹫赢过。哎，我给他换成鹈鹕呗，你觉得怎么样？一鹈鹕下一刀啊？不行。加鸽子。鹈鹕加鸽子可以。鹈鹕加鸽子。要么就猎鹰加秃鹫，要么鹈鹕加鸽子嘛。嗯，哦，这样的，哦，对，可以，小哥哥，怎么还有魔方呢？我跟过来来来来过一折、嗯、对，我跟同桌啊，我跟同桌好的，抓枪吃人了，抓枪把老六给吃了，他们看不见吗、哇，他们看不见吗？这 OK， 好的，是这样的，蜘蛛不对，抓枪在人群中把那个老六给吃了，老厨子我身体也好，他冲上去就把这个朱大强给刀了，然后老六就出来了，然后我报了这个警，好吧，这刀是老厨子做炖肉开的吗？他铁好过，
好，两种逻辑，他吃了谁？完了，六号了，他吃了一个是朱大强提壶，吃了一个老厨子咔一刀，一他好刀，看他被不被狙，二他就他狼队友啊，没有别的信息，如果盘不出来，咱们就可以弃票，因为一个提壶死了已经明确的，对不对？我和小温都站一起啊，过。我的视角其实和西西是差不多的，所以弃票吧，过。我跟斗鱼故意在营地下面保持距离，还没聊些啥，好吧，我过。O.K. 斗鱼老六发言，我就是那个被朱大强吞到肚子里的小花瓶。喂喂，卡麦了。喂喂喂，说，只听到一个小，是小丑吗？喂，卡麦了。哎喂，等一下我插拔一下，过过。我没有什么特别有用的信息，我出生就是一个人待着，然后，没有信息，下一位。对，朱大强把轰轰给吃了，吃完以后，谁刀的我没得看清，那听听怎么说呗，老厨子，过。我也不在现场，但是确实是。鸣笛壶已经走了一个了，可以听一下或者弃票，因为这一刀不知道好坏嘛。我跟包包在一块，在你们的左边的这个地方啊，过。张西西刀，老厨的发言啊，开局复活以后，我看见这个老六闯在那个祭坛的左上方，然后这个朱大强就在旁边虎视眈眈啊。你那个老六他有什么罪？他就站在那里，他有什么罪？朱大强上去吭吃一口就把老六给吃了，吃了之后我手起刀落，一刀把这个朱大强斩于马下。哎，我想说现在谁跟我跳好人带刀，谁跳我就给他驳回啊！人证物证俱在，我一点罪也没有，我过。故意发言没毛病啊，这个刀不管好刀坏刀，反正刀了个提壶嘛，还有开饭，你也就三刀了，对吧？所有人饭堂集合，包赢。过。我建议这把可以弃啊，因为当时饭堂很多人，我也在。然后我是没看到夫被吃，是老厨子喊的，然后才知道他被吃了，然后刀了他。过。牛逼啊，老厨子，完了，谁验我？哎呀，朱大强，你也有今天，朱大强。谁？我验的你，不好意思啊。饭堂集合。你是走了，你只验我。对，老厨子，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嘞，我猴哥，猴哥，你先听我说完。什么刀啊？我没有刀，我知道吧？张西西刀的。厨子哥，你干什么？西西，你干什么？我认你铁好，厨子哥，我想跟你报报身份。报呗，不你刀的吗？那猴哥是什么身份啊？胡哥，我相信他是好人。哎哎，张西西，走，哎走，张西西，刚才有什么事没有？去找师姐。我是模仿，我是模仿，卖我一下，卖我一下，说我是玩。好好好 ，OK，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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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在哪儿？找找找找找找，不会被吃了没脱臼是吧？这个板子没有啊，好像是没有，没有，找找找找，哎。欧德 K 老六发言，我这个位置啊，首先起跳打死人是谁？是同桌。其次，我不知道斗鱼故意在哪死的。完了，其他的信息我确实有点纰漏，有点偏差。因为刚才我在说饭堂集合漏，饭堂集合漏，超管提醒我，请勿使用挑逗、低俗、暗示性动作或表演，扣我一分。我很懵逼，所以我只看到了同桌刀了个人，但是进来故意死了，所以我们要严查一下，好吧？这把肯定是出同桌的，旁边还有谁我没记得，因为当时我确实在看我右边的屏幕，这个扣分的事项过。那就出铜珠呗，然后剩下的你们再听一听过。可以，听一下他怎么说，但这个宋江有问题。
老厨子发言啊，我能保这个猴哥还有西西是铁好啊。如果想投公众，我现在想说这个鸭塘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你认罪啊，那宽大处理，给你铐上啊，关进去关两天，舒服舒服就没事了啊。你看你怎么说啊，小妹妹我过。你们前面有好人吗？除了说老六子报警人之外，你前面有好人吗？我听起来都不像好人。包包可以归票，然后师傅不可以归票，金儿不可以归票。我出事的时候跟金儿一起从那个西侧茅屋下来，然后我们一起到了祭坛，跟包包一起。当时放堂还有其他人跟过来，有个很重要的信息，但是金儿没反应，金儿也不好。他们后面两个人都不可以归票，包包可归啊，包包，我觉得。过，一个两块归票过。好，好，我来说，这把其实，厨子哥和我还有猴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在供货区，我们三个都是有反应的哈。啊，猴哥已经被拘了，那就没有办法了。猴哥是模仿者走的，那么这把。我觉得就先出统珠过，那不很明显了吗？我和修开我们两个反应巨大，而且饭堂那一堆人全没反应之后，我们两个直接就跑了，我们两个手牵着手。因为网红鹅死了之后，我是清楚的记得统珠和那个吊的一他们两个是往那个训练场那边走的，所以我就领着修开往那边走去找鸡腿。不知道是，我感觉应该是吊的一是网红鹅吧。那个老六，那个红红报警，老厨子跑到张西西，他们说他们三个都有反应，那三郎不就是宋金儿、同珠和小温吗？投同珠没毛病，然后我们一会儿直接拉铃开饭就行了，因为鹈鹕已经死了，对不对？打一手稳健啊，过了。要出同珠先出我，就同珠必不可能是那个狼，那两刀都是老六开的，第一个鹈鹕就是老六给鹈鹕嘎了的，老六出的刀，然后这个又是老六出的刀，所以必不可能出铜珠。然后那个网红死了，我也是有信息的，我也叫了。不，总监跟轰轰算了，你讲什么？网红嘎了，轰轰都不知道。我先投的宋健。你进来铁坏，直接说说。你还投宋金儿了？宋金儿上咋没票啊？你不知道网红，你别劲儿，你也不是啥好人。哇，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看你不知道才多的。我开个警局。我准备下把再拿着铁火吃铜珠了，铜珠好聪明，不能溜达。没，马老师要跟我打配合，我看见了。好，好，宋静啊，我尿个尿，认罪伏法吧。哎，怎么有回音啊？是这样的，我跟宋金儿站在。祭坛复活，我就感觉他上一把的发言不对，他一定是那个铁狼，我就欺骗他，我说我相信你铁好金儿，怎么样，我们换一波身份，然后我就在祭坛跟他迂回走位，一直到我吸地好了，我冲上去唰一刀就给宋金儿刀了，然后报警。好，那么现在出谁？老厨子在我这里认铁好，那么只剩下斗鱼老六一个人了，出斗鱼老六过。啊，不不不，你听我说啊，西西，你能认得下老厨子，我就认得下，我肯定是认得下小可爱的，因为网红鹅死的时候他比我反应还大，完了我是 AAA 之后，我看到饭堂都没反应，我是跟着小可爱跑的。你回想一下上一轮的报警人他是轰轰，对不对？如果轰轰是狼的话，他没有必要去报警，因为三狼控场，他直接开刀就行了，除非他刀到加拿大，对不对？但我是加拿大，所以轰轰他没反应的话，他只能做鸽子，所以这把我们投小温就好了。我已经挂票小温了，我怕被拘啊，过。O 德 K 斗鱼老六发言，我先说一下，
我系歌姬啊，就是一开始我为什么会卡麦啊，就是因为当时我想说我只是一只小歌姬，但是我后排不对才走了一个，我就是有点说错了。然后我在过来路上我问了一下小温，你是不是想做狼任务，他说是的，我要做狼任务，就在那个桥上，所以你们别戳我啊，别戳我过。我摸得够了，我够不到了，你唔好教我啦！啊，我想等金额双刀，但是我在搞那个任务，我想要开个任务，然后等现在装双刀，但是没办法了。咦，就不了，玩不了，没办法，赢不了了。是的，就剩我一个人，没有了。一开始以为金儿是魔法，上来就刀我啊！坏女人，上来就刀我，故意没有办法。上一次你叫我合作，我是好人，这一次我是狼。就感觉你这个突然来跟我对话就不对劲哦。行，现在防一手了。好，现在防一手，要防一手，防一手。可是我也没赢，抽了1000才一个火箭，给我洗个牌。那有点没呀、啊！再给我来把提火，再给我。